说，我知道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，真的非常谢谢你在这段时间不顾一切的对我的支持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那其实在这段时间，我们的人生发生很多事情，那接下来的事情也将改变我们的一生。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两个都能够手牵手一起走下去。老婆，我爱你。Hello， 亲爱的老公，在2008年的时候，我刚好回高雄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进去 GSK， 刚好就认识了你。虽然那时候我们没什么交集，不过3年后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我们终于就在一起了，这样子。对，那很谢谢你这个快2年来的照顾，然后常常带我去吃吃喝喝，这样子很怕我饿到。对，那也对我非常的体贴跟很有耐心，然后很容忍我傲慢的脾气。很高兴呢我们可以一起走到最后，然后在今天终于结婚了。希望你不要忘记今天的这个纪念日哦，也祝我们两个生日只差一天的我们，然后永远相爱，然后一直在一起。我爱你，啾咪。Is a feeling that you feel. But if you open up, no, I won't let you fall, my dear. Under the surface, we're all just the same. Follow me, darling, for you I'll be brave. Oh, love, love is a feeling that you feel.首先进场的是我们可爱的小花童，现场嘉宾掌声鼓励一下。是我们英俊的伴郎以及美丽的伴娘，现场嘉宾掌声鼓励。接着要进场的是我们最英俊的新郎官，我们的孙卓来，掌声恭喜！嘉宾来响起两万的掌声来感动你。老婆，我来了，加油！一分钟之内算出这些答案，并且要凑齐这个零钱数。各位观众，大家走着瞧啊！206 206 206，太难了。四百。OK， 等一下，第二关，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好可爱哟！爱你爱你爱你 ，I love you。到底是您的还是他的？此时此刻，恭喜我们这一位。这是什么？第五个，选到后前的那一个位置。各位妹妹们，大家走着瞧。老婆，这段时间真的非常谢谢你，在我最低潮的时候，是你陪着我走过。未来的日子，请你放心的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一生一世。请你嫁给我。爸爸妈妈，好啊，就感谢您。甲美君照顾甲遮尼大汉，吼啊照顾甲遮尼啊好，吼啊今仔互我有即个机会，吼啊会当
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太太，哦啊，顺手伫个遮足感谢爸爸妈妈，哦啊嘛，请恁放心，吼、哦，伊前半世人恁的教导、恁的养育之恩，吼、哦，接下来这个责任，吼、哦，都吼顺周来承担，啊，我会好好啊照顾美军一世人，吼、哦，请恁放心，甲美军交给我，好、哦，爸爸妈妈，谢谢。你两个已经成家了，对吗？恭喜！